些回忆。我的泪怎要飘，全往心里飘，哈姆雷特怎能为这消失泪掉，这宿命已敲响，人生剧本已定稿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白流就好。我必定给你重伤，但不懂怎令你忘掉。我的泪真要飘，就往心里飘，哈姆雷特怎能为这消失泪掉，这宿命已敲响，人生剧本已定稿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白流就好。说再不愿意啊，别犹豫了，就要出发了。里面的人听着，这里已经被警方包围，请你们放下武器。全体同学起立，同学们呢，又是新的一年啊，新学期的开始，我仅代表校方欢迎同学们回到学校。新学期的开始必然呢会给同学们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，我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再接再厉啊，继续发扬我们郁金香中学的优良传统。今天呢，我要特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郁金香中学的新校长啊，张校长。在今后的日子里面，张校长会带领我们大家继续创造更加美好和辉煌的未来。那么接下来啊，我们有请张校长为大家讲几句话啊。同学们，
在今后的时间里，我希望和大家相处的愉快。当然了，我会严格要求大家的。散会。散了。啊，同学们，你们排好队走啊，别走乱了。戴老师，别来无恙啊。恙什么恙？我看你挺开心啊。我还行吧，就那样。但是我感觉你好像不太开心啊，要不然你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啊。我呢倒是没什么，可是在未来的十分钟你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啊，你会为我们演出一场可温馨可浪漫可感人可带劲的好戏，从此以后你再不会拿我打岔，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从此平淡无奇，波澜不惊啊。小学兵，怎么一个假期没见你还是那么的帅气啊。谢谢啊。大哥，小大哥。大哥，芊芊，芊芊，芊芊，小花啊，说正事儿。芊芊，你看啊，咱们也认识有一段时间了，啊，说重点啊。芊芊，嫁给我吧。哟，小白哥，您在这儿求婚呢？那求婚总得有个求婚的样子吧？至少这花是不是？还算你有点长的。那是戒指，总不能随便开个易拉罐就糊弄了吧？哇！六，芊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说什么？芊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教书育人的学校弄这事儿成何体统。哎，看什么看，看什么看，上了上课开工，走了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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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发型，你可以让高草那个，哎呀，还正着，还正着，这个好，正，哎，不行，放，哎，
看得出来，大家在新的学期一年里很有干劲儿，值得表扬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点名。安纯纯，到。去了一趟韩国，整容很失败。老师，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。慕容兰洛，到。不错，到。陈有年，到。下次来上课的时候把胡子刮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贝小丹，贝小丹。安静，大家安静一下。首先呢，我要强调一下高二二班的班规。上课不许迟到，不许早退，不许玩手机，不许上微信，不许聊陌陌，不许泡帅哥。要发扬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的精神。好，大家鼓掌。叶玉侯同学，第一天上课就睡觉，是不是昨天晚上撸多了你？梁老师，出来一下，找你有事儿。邱主任，找我。啊哈，是这样。我呢代表校方通知你，你被解雇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担任高二二班的班主任，同时呢也不再承担任何的教学任务啊。邱主任，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哎哈哈，很简单，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走人了啊。好啦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，去找校长吧，啊！自习。什么情况？开学第一天就让咱们上自习？你们说会不会是老廖又有什么事儿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，成天惹事儿。行了，安静。自习。校长。什么事？校长。您刚刚入职，我作为您手底下的兵，特别不反对您新官上任三八，并且还希望跟您摇旗呐喊，大振声威啊！可是您这把火是不是烧得有点大呀？直接把我这个班主任送去火化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啊？我这个人做事啊，一向就是公事公办。廖老师。不，小亮，
知道呢，你在语文老师和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做得很不错呀。但是，教育事业是马虎不得呀。我对你的情况呢，也了解了一番。你这个班主任做的的确有点名不正言不顺。我知道你对教育事业充满了热情，特别想成为一个辛勤的园丁。但是，学校是神圣的，它容不得半点污秽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据我所知啊，你根本就没有拿到师范学校的毕业文凭，充其量就是个高中文凭。你怎么能当高中的老师呢？就算我同意了，那别的学校怎么看？别的老师怎么看？学生家长们又怎么看呢？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啊？通融？那你说怎么通融？只要能留在学校，干什么无所谓。您看我这个班刚刚带起来，我不能走啊。想留在学校？哎，现在学校保安室还缺一个保安，但是没有工资。要不你考虑考虑？不考虑，立刻入职。常回来看你。哎，廖老师，我也听说了。不过你穿上这身衣服啊，那还是蛮复古的。你别说，要说咱们学校能给你安排这个职位啊，我看也是人尽其才吧。廖老师啊，你就放心吧啊，作为高二二班的代理班主任呢，我已经做好了粉身碎骨、有去无回的准备，你呢，就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吧，啊！我也会帮助莫老师管理好高二的。所以我才更不放心啊！这不就相当于我把孩子过继给你，又让我媳妇儿去帮你打理衣食住行，我怎么可能放心得了？这种还挺贫。好了，不贫了。事出无奈，在这个学校能托付的只有你们两个人，我就给孩子们告个别先啊。衣服真的挺帅。知道该怎么办了吗？你放心。哎，咱们是商人啊，别总绷着脸，哎，开心一点。哎，我只不过是从教研室搬到了保安室。如果你们之中有谁敢不好好学习、惹是生非的话，老子照样撸你们！跟坏校长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敢私自作主？哥，您要是有时间管理学校的事儿，还不如多花点
廖老师，小丹我一直联系不上他。我找贝小丹，我是他的班主任，我来家访。老师，帮帮我吧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忘记宿舍变成空房间，再一次感谢你的出现，人生下场再见。我的兄弟，请你不要忘记我们曾吹过的牛皮，当皮鞋慢慢打底了球鞋，我们也掉了随便。一声再见，一声再见，就在眼前，就在眼前，让我们在拥抱中祝愿，下一站总会遇见。答应我要永远保持最真笑脸，许下诺言，许下诺言，画好横线，画好横线。